刚才是张云雷啊，杨九郎，是俩人连唱带跳。好，到我们这个岁数就来不了这个了。对啊，岁数大了，我到今年春节我都35了。哦，虚岁，虚岁，这没有虚10岁的，你这啊哪儿？人家不亏心吗？跟小孩们比不了啊！啊，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有一好身体，哎，啊，这点比什么都重要。是健健康康，这些年也是经历了太多。哦，要感谢于谦老师，您老客气。最没辙的时候啊，他在我身边啊，那是最落魄的时候，他在我身边，就我们这关系好。遭排挤陷害的时候，他在我身边，哥们儿义气吗？这么多年来，特别想问一句，您说是不是你放的我？哎，这叫什么话？也是，我没赶上好时候。这是玩笑啊，人生就是这样。嗯，说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哦，就这些日子老没事，你琢磨吧，快有事了。哦，啊，老倒霉，哎呦，怎么见天倒霉不顺呢？嗯，快好了。否极泰来，这是老话。对，人生就是如此。嗯，干这行干了快半辈子了，是越来越觉得这行挺难的，还真是不容易。一人难衬百人心。哦，啊，你说说相声，它一定是雅俗共赏，是啊，但这个界限很难定。哦，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对，这就跟吃饭一样，嗯，四川火锅这么好那么好，嗯，你问他不吃辣的，他也说不出好来，这众口难调嘛。你让他吃，他准骂街。嗯，拿我来说吧，我不吃这个什么猪下水这类东西。哦，我一口都不吃，我不像他爸爸，他爸爸你看这活不了。拿他比干嘛？我不吃，我不吃。啊，但是也不妨碍人家北京那小茶陈，百年老店，那也是好店。你这怎么说呢？嗯，因为艺术类东西完全是凭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的。对，没有谁真好真不好。嗯，并没有。哦，你花10亿拍一电影，我就不爱看，你能弄死我吗？嗯，我就说街边耍猴那个比那奥斯卡电影好看。哦，也没有错，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嗯，所以说难就难在这儿了。还有人指责。嗯，听郭德纲说相声，净说于谦他爸爸他媳妇儿。嗯，列位，你以为我一说我跟他媳妇儿怎么怎么着？怎么了这是？乐什么呀？我说怎么那么暧昧？你说清楚了。就是发自肺腑的想感谢一下于老师。干嘛呀？在相声的舞台上，郭德纲只占20%。哟，那剩下那80%呢？有你，有你爸爸，有你媳妇，有你儿子。哎，这好，我们家全包了。这个是艺术的特性问题。哦，我说了，这有一冰箱啊，啊，一指就得一冰箱。无实物的，你要说电影拿手一指，这儿一冰箱，你真的把电影院都得砸了。哎，对，那太蒙事了，他没办法。嗯，我们这个有没有这大褂也一样说相声。哦，而且台上一定要提到别人呢。那是啊，今天说一段相声，相声里边有主人公人物，我说谁呀？嗯，我不能说观众啊。嗯，这里边有一人啊，这个人呢可太不是人了。哦，真是谁呢？就是第五排打那边说往这儿来那胖子，就是他。哎，好嘛，我这没说完，那儿茶壶就上来了啊。你不能说观众啊，嗯，你也不能知得太远。太远是什么意思？这故事里有一主人公，这个人呢家住在缅甸。哎呦，缅甸哪个小区啊？305这赵大爷。嗯，这不像话。不行，观众脑子会往外支。嗯，一定是越快越好，把您带到节目当中来。嗯，哎呀，谦儿和他爸爸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爱穿纸尿裤。哎，嗯，非得把这带出来不可。一说一乐，哎，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嗯，没有人把自己智商拉得那么低，就认为相声说的都是真的，嗯，也谈不到品味不品味，嗯，无淤泥焉有荷花，这怎么说？整段相声全用文言，嗯，我能做得到，哦，但是下一场就不会有人买票了，啊，对，谁老听你品味上去了，你的饭可丢了呀，嗯，这个没有办法。而且商演抄起来上千人几千人，嗯，要把所有人的频率调到一个位置让你们还得笑，不容易，很难，不能满足小众口味。哦，全场2000人，这有4个人爱听那些个不笑的相声。嗯，请出去。哦，不能满足我不能为了你们4个人嗯，
把大伙儿得罪了，这个不行。嗯，而且列位，这不就是看玩意儿吗？可不就是看玩意儿？你看个电影，这管这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嗯，电视剧，哟，俩人光屁股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嗯，这一说嘟嘟嘟一打枪，一山人都死了，你知道是假的。嗯，怎么我们这就是真的呢？你这个智力你买票干嘛呢？一说一乐，嗯，看完了高高兴兴一出去心情愉快，嗯，谁踩脚了你不至于跟他打架。哦，回家见了父母了高高兴兴的，嗯，看见孩子也乐乐呵呵的，嗯，两口子好好的过日子，这就是郭德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贡献。哦，你大活人跟说相声较真，这句不高雅了，那句俗了，这人生太不幸福了。嗯，而且每当我说这些时候，你看于老师美的都不行不行。我呀，我干嘛那么美啊？我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人生态度。哎，对，真的啊，我也关心他。有时候一进后台拿给一打，我看他坐着抽烟呢。嗯，我一揪心，坏了，感冒了。我就抽根烟，你就能看出我感冒来？一个鼻子眼冒烟。你这观察还真仔细。就赶紧的啊，吃药啊。嗯。多喝水啊，对，别冻着，有汗啊，脑袋有汗擦擦，是是，互相关心。哎，说别的都没用，嗯，趁石做金山，哦，不如有一好身体，这是最实惠啊。你别的都是假的，100岁的我见过，嗯，没有三五个。哦，好身体是最重要。嗯，它跟身份、趁多少钱、多大势力都没关系，都不挨着。人到最后连躺在床上，俩手一攥就是个空拳，可不吗？啊，没有不得病的啊。啊，当然是人之常情。我是个知名人士，我不得病没有？嗯，没有，常态。我徒弟岳云鹏啊，多大腕儿了？嗯，也得上医院。他那年春节春晚啊，春晚之后上家去了。师傅，我上春晚了，我高兴。嗯，好啊，陪他聊天呗。嗯，越说越开心。好，他把鞋脱了。哦，上沙发盘腿儿，他这一脱鞋呀，啊，嗯，我这20年的鼻炎好了。哦，这得多刺激啊！这辣眼呢。哦，把他拽到厕所，摁着脑袋往马桶里边摁。哎呦，摁3下没冲走。嗯，脸太大了。呵，瞪上了一看，这儿有一疙瘩，感觉疙瘩卡着呢。啊，你们后来看有这个网络报道知道这个啊？有个这个做手术嘛？嗯，多长时间？嗯，半年了。我说去，上医院赶紧查查。嗯，脸上长的东西不是脚上，这受不了。嗯，到医院就留那儿了。说您这得开刀全麻，哟，差点吓死，害怕了。云鹏胆小啊，嗯，我收了这好几十个徒弟，他胆儿最小，是，哟，眼泪都下来了，嗯，吓得连家乡的方言都说出来了。哦，他是河南人呢。哎呀，我的天爷！哎呵，这可咋办嘞？哦，给这做手术这大夫跟的是老乡，哦，也是河南的。哎，别害怕，有我嘞。嗨，有我嘞，别怕。嗯，那能不害怕吗？我是第一次做手术。哦，你这叫傻话。嗯，谁不是第一次？哎啊，那不就更瘆得慌了吗？这个推进去做完手术推出来，哦，苏醒过来，一切都很好。那就好，这儿都不疼，不疼，嗓子疼。怎么做这儿手术嗓子疼？嗨，手术太成功了啊！护士们一叫好，嗯，大夫一高兴，翻了个场，把扁条线切了。对，没听说做手术还带翻场的呢。嗯，你看这玩意儿这么大的弯儿了，嗯，他也得上医院。那是，你包括我们今儿这主持人，这个刚才这大脸蛋子，嗯，我师弟，哦，他爷爷是侯宝林先生。哦，老侯爷的长子长孙，这是是是，少侯爷侯震，嗯，这前些日子也住院，他因为什么？嗨，侯震这个人呢，最我觉得这人就是个圣人，怎么叫圣人？不贪财，不好色，嗯，不争名，不逐利，嗯，他只有两个爱好，哦，第一是吃东西，好吃，没有不吃的呀，都吃啊。今儿来这话筒其实是四个，我嗯，让他吃了一个，在后台还嚼呢啊。哦，船上的甘蔗硬啊。哎，好嘛，嗯，爱吃，没有不吃的。第二是爱说话。哦，碎嘴子。哎呀，那个嘴碎，要跟你聊天你不用理他，不理 他自个儿说，说的你脑浆子都沸腾了，就这么贫，就这个叨叨叨啊。啊，前些日子烦得我不行了，买张票给送到三亚去了，海边上，到海边接回来一看，嗯，牙都黑了。嚯，一直说
冲着太阳，呵好，你就知道多爱说话。嗯，前两天少侯爷住院了，怎么回事？哎，出去吃饭去，嗯，点了一菜上来了，什么菜？腰果鸡丁，很普通啊。打这菜往这一放，这嘴就不闲着。他说什么呀？啊，点这菜叫腰果鸡丁。哦，叫腰果鸡丁，就爱吃腰果鸡丁。爱吃好，这有腰果还有鸡丁，所以它叫腰果鸡丁。这不废话吗？腰果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嘎吱香。哦，倍儿香。鸡丁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倍儿香，全倍儿香。你想这俩都嘎吱嘎吱倍儿香，搁一块肯定得嘎吱嘎吱嘎吱倍儿香。废话。但是今天我觉得几个肉丁看着可不像鸡的，怎么？像是肉丁。哦。但是腰果肉丁也倍儿香。啊。因为腰果过完油嘎吱嘎吱倍儿香。哎，好。肉丁过完油嘎吱嘎吱也倍儿香。俺家这也有肉丁，根本没要腰果肉丁，我要的腰果鸡丁。哎，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嗯，当然你要全是热，我也就凑合了。怎么这里边还有几个花生呢？怎么那么乱呢？这菜花生跟腰果能一样吗？当然，花生过油，嘎吱嘎吱倍儿香，全这味儿啊！啊，要光是一花生我也认了。这里还有松子呢。哎呦，叨叨叨叨叨叨啊！四十分钟啊，就这点事儿啊？整个饭馆连后厨都安静，就听他一人的了。挨着他坐着有一人，点了一份牛仔骨。哦，人拿小刀切牛肉，嗯，下不去刀，听得心乱。到最后实在没辙了，小刀奔侯爷那屁股。嗯，喂，好，这干嘛呀？扎屁股上啊，下了狠手了。他一回头，嗯，哎，腰果鸡丁嘎吱嘎吱倍儿香。还说呢？不是就不疼吗？这个送医院去吧，赶紧吧。扒了裤子，把刀拔下来。大夫拿酒精棉给他擦，哦，擦了25分钟啊，消毒呢。他也害怕了，嗯，怎么那么长时间呢？哦，侯老师，听说您爱说话呀？对，以后说话的功夫啊，嗯，您洗洗澡吧。哎，好家伙，这擦泥呢，这是这大黑屁股。哎呀，我让护士擦出一小白圈来。嗯，光棉花用了8斤半，好嘛，值班室的被窝都拆了。哎呀。就为给他擦这个，擦完了，他一看人大夫聊天，他搭茬儿。啊，你以为我乐意来呢？不乐意来啊！我今儿出去吃饭去了。哦，别的菜你也别问了。嗯，我点了腰果鸡丁。哎，得，又接茬儿。你猜我为什么爱吃腰果鸡丁吗？啊，就把刚才我说那个又来一遍。哎，倍儿香。大夫这汗哗哗的。嚯，又说40分钟。再来一遍吧。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哦，大夫，我这好缝吗？嗯。大夫说：“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哎，对，可不是吗？大夫这汗呢，好家伙，眼镜掉地了。嗯，大夫这眼镜14000度。哎呦，摘了眼镜什么都看不见啊！那就没法做这手术了。但是这个大夫很敬业，这跟敬业不挨着？不就是屁股上缝那窟窿吗？啊，那也得缝。这怎么缝啊？这个凭感觉缝。这有凭感觉缝的吗？哎，反正觉着屁股上是个窟窿就缝呗。嚯，瘆得慌了，听着都也看不见呢。啊，好，就是他。好，你瞧手势。哎呀，这针劲儿还挺大。那错不了。嗯，也就是我啊、哦，别的大夫非换人不可。那是凭感觉吗？哎，缝，拿牙咬啊！多恶心呢，这。站起来吧，啊！侯爷站起来提裤子，嗯，怎么着？嗯、不对啊，啊！说话嗓子发紧，哎，对，你再试试，还兜得住底气了呢。拿手一摸，哎呦，啊！我自个儿带来这个风了、哎，而且上面还有一蝴蝶结，哎，怎么还蝴蝶结呀？大夫原来干十字绣的，这还夸张。侯震住院了。还有一住院的谁呀、啊？孙越，孙越因为什么呀？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啊，对呀、啊，大胖子是400多斤，对，那裤衩脱下来不穿上，你不知道干嘛用的。好，没型儿，你知道吗？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呀。嚯、哦，本命年、哎，大胖子，嗯，前些日子住院了，哦，晚上的媳妇跟他说话，说，哎呦，你嫁给你这么些年。老想当爸爸也怨我、哦、肚子不争气、嗯、一直没生一孩子这回呢这回给你道喜哟终于你要当爸爸了嘿啊预产期是下礼拜三哎这孩子是他的吗这个下礼拜三这就才告诉他呀你看这要不是你的啊胡说八道我以为破案了呢
把胖子美坏了啊、哦！推门就出去了，我要当爸爸啦！高兴，就是去年那个北京下第一场雪那回，哟，那雪可大，好家伙，胖子跑出来高兴，嗯，也不知谁堆雪人，嗯、哦，他过去了，我要当爸爸了，他这是踢着雪人，嗨，咔，腿就折了，踢个雪人至于腿折了吗？雪人堆在消防栓的外头，这好嘛？谁这么缺德呀？这都是。腿就折了啊，人就歪着，哎呦，还没倒，雪越来越大了，嗯，把胖子罩上了，哎呦，谁打那儿过？嚯、哦，这大雪人，嗯、是雪人，还真肥实哈，啊，你看那俩鼻子眼跟真的似的，这就是真的，还冒烟呢啊，啊，人就冻在那儿了，啊，夜里一点才找着，哦，扛回家放在床上，嗯，化冻，好家伙，现化冻，早晨四五点，嗯，这才苏醒过来，啊、哦，浑身疼啊，那是一较劲儿。打床上一翻身，嗯，摔地上，还摔一下、啊，啪啪，还弹呢，还地上好几个油印儿，好，太腻了，这送了医院吧，嗯，大夫问，什么时候翻的身呢？嗯，1949年，哎嗨，问你夜里翻身，谁说解放干嘛呀？去照个片子去吧，啊，一会儿片子来了，大夫一瞧，孙老师看着，折了啊，哟，骨折，嗯，粉碎性，嗯。软组织挫伤，你看很厉害。嗯、住院吧，3月。得别介呀、啊。嗯，下礼拜三预产期啊。哦，大夫能快点吗？媳妇儿可以。嗯，等10分钟。哦，等会儿吧。10分钟回来了。嗯，看着啊，这儿好了，这儿好了，这儿也好了，这儿也好了，这儿都好了。怎么那么快呀、啊？你那么着急啊？啊，我给你 PS 了一下。哎、没听说过。片子 PS 这伤怎么办呢？这能直接好？出来之后。找于谦儿啊，谦儿乐坏了、嗯、你是作死啊，上当，那家医院能去吗？怎么那都曲艺团的三产，哦，那都说相声的，穿着大褂当大夫，好家伙，要死，上这边医院吧，这边这个咱有朋友啊，关系，我跟这儿有交情，那是我们家好几个亲戚都死在这边的，哎，我这交情是拿亲戚饶出来的，拿3轮车拉着胖子奔医院啊，连院长带大夫出了一大帮人，嚯、哦！谢于老师啊，哎，送猪来了啊，不是，朋友哥们，孙老师受伤了要手术啊，赶紧怎么着？抬到手术室，直接就上手术室。什么叫挂号、啊、都没有，这关系吗？能耐大了，交情硬，来到手术室，啊、给胖子扒光了，搁在手术台上准备，打开无影灯，嚯、哦！大夫们一个个的。戴好了，穿好了，消完毒，准备手术。手术台旁边有一桌子，这桌子是于老师坐在那儿涮羊肉。哎，不，这吴菌是我在这涮羊肉，就说明您的身份呢啊！我不在乎。哎，看着我兄弟做手术，哎，我还喝着呢，喝酒涮羊肉。嘿，这儿请麻醉师，得麻醉，麻醉师打麻醉打哪儿啊？尾巴骨这儿，尾椎吗？哎，嗯，麻醉师来画一圈，画圈，写一行字，写争取能打中。哎，好。他没谱感情，护士们也写、嗯、老天保佑，哎呦，早晚会有一次打中的，我押300块钱、嗯、还嫁还下注呢，还来一针、哦嗯、麻了，行了，孙胖子下半身没有知觉了，半身麻醉，大夫过来了、嗯、咱们说说手术费的事吧，哎好，绑票来了，你们这给他扎完是把他跑了是吗？这是于老师的朋友，对，我哥们儿，于老师这是您朋友吗？我承认是啊，我就别喝了，我就这都不行了。上身、啊、上半身又来一针，孙胖子彻底麻醉，全身消毒之后，大夫拿手术刀、啊、刺儿给胖子来大开膛手术吗？开完膛问护士，嗯，什么毛病？怎么现问呢？护士们看看，嗯，腿折了，哎，要了亲命了。早说呀，这一会儿跟人怎么交代呀？这怎么办呢？于老师啊，还添点什么不添吗？我这不添，我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不添缝上了，赶紧吧。哪儿的事儿去啊？言语事儿。我好家伙，弄我一身油，你这事闹的。这胖子也太胖了，这是啊。缝吧，可了不得。哎，好嘛，这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嗯，一会儿醒了，啊，腿也接好了。哎，谢谢大夫们。客气，感谢大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哦、我这个啊，
我这个谁给解释一下？哎，对，怎么回事啊？大夫说是这样的，你那个腿 有问题啊，是我们这个手啊得从你的肚子里进去才接上关节。没听说过，还会说点瞎话不会？这都是不得已才住的院。谁是得已才去的？德云社还有一位愿意住院的人，谁呀、啊？这人叫高峰啊，高老板。高老板高峰怎么呢？最爱上医院，干嘛去、啊？高峰啊，胆小怕死哦，每天最少两次医院。两次上午来了，大夫您好，我来了。哦，高老师来了啊。嗯嗯嗯，是打算得点什么病啊？哎，好，都习惯了。什么话这叫？嗯，我这个手啊，我这个食指啊折了。怎么折的？嗨，我这个人呢、啊，强迫症。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你看这几个了吗？你看，一撅就响。哦，你看，行，嗯，你都响。是这个他不响啊、哦，那就撅折了啊，对自个儿太狠了这个。缠药布回家了，那是的。下午又来了，那个我又来了，大夫，这回好、啊，您比我来早的啊。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啊，大夫，我聋了，聋了，什么时候发生的？好几天了，哟，很严重吗？特别的严重。是，我说话你听得见吗？听不见呢。嗯，滚蛋！哎，对，纯粹起哄，这是听不见。有来言有去语，怎么就聋了？嗯，不是大夫，我不好意思说。你说说。跟大夫怕什么呢？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这也是个病。大夫一想，那、啊、来开药，吃这个药、啊、吃完这个耳朵就好了。吃完这个药屁声大。哎，好，不治上头治下头，感觉去吧。嗯，转天上午又来了啊，大夫我又来了。嗯，我告诉老师，今儿打算得点什么病啊？那什么，我便秘。便秘五六天不上厕所了。哦，你是吃了红糖人参了吗？哎，你跟这挂上了，你没关系啊。哎呀，那什么，我给你开点那个开塞露吧。哎，这对，两盒开塞露给高峰了。哦，下午回来了。嗯，大夫，嗯，不灵啊。怎么呢？当然了啊，啊，开塞露是挺好喝。对，嗯，不好使。废话，你喝了它能好使吗？把大夫气的。嗯。我给你开疗程电钻吧。哎，嗨，你这样的治不好，你全面检查、啊。全面检查怎么办？先验个尿去吧。哎，这可以。拿那小塑料碗验尿那个。嗯。出来站在楼道里边。嗯。没有尿啊。没怎么喝水。这怎么办呢？啊。正发愁呢，碰见熟人了。谁来了？孙悦的媳妇儿。他干什么来了？生孩子嘛。啊、哦，产检。嗯。高峰。嗯、哦。哎，嫂子。嗯。嫂子您来了啊。嗯。你干嘛呀？嗯。验尿没有尿，哦、嗨、嗯，这还。